这个，哎耶！大家好，小钢炮，今天宝宝放假呀，带他来摘点这个，我们叫他三月抛啊，你们吃过没有？摘这个有点儿时的回忆啊，好不好吃，宝宝？好吃。是啊。嗯。我给你多摘一点啊。嗯。哇，这个树上好多的。还有一些没红，来，哎呀，你手把翻过来，对，哎，别动，那里有刺，那里有一个嘞，嗯，我来摘了，那我们一人一颗啊，嗯，来。好吃吧？哎呀，这几个好红啊！哦，要不要？我下去了，你在那上面。宝宝，快来了，这里有好多。啊！这里有好多嘞。好多啊！看到没有啊？看到了。等我摘下来啊。啊。快点做。啊。快点做。一、二。好不厉害，我先休息一下吧。摘了半天啊，都是边摘边吃，最后还剩这么几颗了，把它们吃完啊。这个大的，你怎么把我的来了？给我一颗。好，好吃啊。下次又带你摘啊，放假了。好，今天还比较少啊，这个天气不太好，再过两三天的话，这个三月抛应该就多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去了。